2024运动篇，滚轴自我舒缓方法。下面给您们分享自我舒缓的一个简单的办法。我们先喝一些姜粉泥，让内热源加强，然后全身涂抹姜粉泥以后呢，我们找一个滚轴，自我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舒缓。有一个滚轴放在身后，我们先做头部的，后脑勺放在滚轴上，这样左右，帮助枕骨区域，通过头的自身的重量，得到一个舒缓。也可以往下一点，这样左右。然后侧面头部的一个舒缓，然后脑门儿，然后脸颊，牙齿，下巴，脸颊，好，我们再做颈部的，双手可以抱头，颈部左右，也可以双手放在两侧都可以。然后颈部的侧面，然后反面，我们做肩胛，臀部可以抬起来一点，双手可以抱头，用滚轴自身的身体重量去压在滚轴上，上背和中背，然后下背，身体的重量放在滚轴上，侧面，到腋窝，腋窝前后，手臂、三角肌、上下，肘部原始点，反面是一样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是臀部，然后左右，身体朝一侧，反面，趴下来，腹部，
前胸部，肋骨，然后可以侧边的乳腺，反面是一样的，大腿前侧，大腿侧面，大腿内侧，胯根儿，反面是一样的。小腿可以单个，也可以双腿，脚心，脚踝，反面的脚踝，脚背，可以单个脚，也可以双脚，我们这个滚轴是60公分，直径15公分，是初级滚轴，比较柔软，也比较舒服。辛苦了。